以后你要是做清蒸鱼啊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因为这是我最拿手的硬菜了。河里捞来的鲳鱼，先切下鱼头，再像我这样改刀剪成这个熊样。水里放姜葱盐，搅拌化开，放入鲳鱼腌制30分钟，这样腌过的鱼肉会更加的洁白紧实。像我这样摆入盘中，铺上姜丝，大火上气蒸7分钟。这个蒸鱼水一定要倒掉，再摆上青红椒葱花点缀，铺上肉油，最后淋上这个酒店都在用的清蒸白灼汁就可以了。鱼肉鲜嫩入味，大人小孩都喜欢，你也做起来吧。这么热的天，你要是还没学会这个酸辣汤，那可亏大了。锅中加水，倒入嫩豆腐、胡萝卜丝、真金菇、香菇、木耳丝，然后倒入一包这个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，其他调料都不用放。煮开后淋入鸡蛋液，撒香菜出锅，酸辣开胃，越喝越想喝，赶紧做起来吧。我告诉你啊，想吃蚂蚁上树，不要再去饭店了，自己在家做干净又卫生。关键做法还很简单，首先在粉丝里放少许的盐和白醋，这样可以缩短泡发时间，而且吃起来更加爽滑劲道。2毛钱的肉末边炒出油汁，放葱姜蒜炒香，一包调好味的麻婆豆腐酱，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。翻炒出红油，一碗干姜水，放入泡发好的粉丝，开大火煮个2-3分钟，撒点葱花即可出锅。这样做的蚂蚁上树麻辣鲜香，喜欢的赶紧去做吧。想吃手撕柠檬鸡，你就跟我这样做，酸爽又开胃。准备2条腿，一勺盐焗粉，食用油涂抹均匀，腌个底味，上锅蒸30分钟。准备柠檬、香菜、蒜末、小米辣、白糖、生抽，蒸盘里的鸡汤一起拌匀，淋在鸡肉上，酸爽滑嫩，太好吃了。夏天我家超喜欢做这个生滚丝瓜腐皮汤。首先丝瓜切滚刀块，油热下鸡蛋煎熟滑散捞出，留底油放姜丝，虾皮炒香，放切好的丝瓜炒软，倒一大碗开水，然后放海鲜菇、梅花肉，还有这种剪好的豆腐皮、鸡蛋，煮1-2分钟后放少许盐、葱花调味就可以了，鲜美好喝，你也试试吧。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的凉拌豆角，清脆爽口，酸辣开胃。刚摘的豆角切成段，水开加适量油和盐，倒入豆角，这是翠绿不变色的关键。煮熟捞出过凉水，再对半撕开方便入味。碗里加蒜泥、葱白、辣椒丝，热油激发香味。好吃的关键就是倒一大勺这个凉拌汁，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，搅匀后淋在豆角上，这样做的凉拌豆角酸辣爽脆，你也收藏试试吧。活了几十年，到今天才知道五花肉更好吃的做法，滑嫩鲜香，肥而不腻。五花肉冷水下锅，放葱姜八角花椒桂皮，一勺米酒去腥增香，扣盖煮至能用筷子轻松插进去即可捞出，放凉后切成这样薄薄的肉片，然后摆入盘中，碗中放姜蒜末、葱花、小辣椒，热油激发香味。好吃的关键是放一大勺这个白灼汁，它可不是普通的料汁，做各种白灼菜都很好吃，喜欢你也试试吧。你知道炸鸡柳是怎么做的吗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鸡胸肉加葱姜、料酒、一勺生粉、2两腌料、1个鸡蛋，抓匀腌制入味，再均匀裹上面包糠，六成油温下锅炸3分钟，酥脆可口，老公的孩子吃得特别开心。我做梦也没想到用荷叶做的盐焗鸡这么好吃，荷叶的清香加上盐焗的香味，吃一次就会爱上。树林抓来的小公鸡，先给它洗个热水澡，这样方便上色，放一包这个调好味的盐焗粉，一勺花生油，全身丝瓣按摩腌制半小时，去荷塘采一片新鲜的荷叶，放入腌好的公鸡，然后像这样包起来用牙签固定，再上锅蒸半小时，出锅了，打开荷叶满屋飘香，这样做的荷香盐焗鸡太好吃了，你也试试吧。你吃过脆皮炸鲜奶吗？外酥里嫩，一口下去满口奶香。锅中倒500克纯牛奶，20克糖，60克玉米淀粉，先搅拌均匀，再小火熬制这种粘稠状态，倒入碗里冷藏凝固，凝固了拿出来切成小块，裹一下蛋液，再均匀裹上面包糠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六成油温下锅，小火炸至外壳酥脆就可以吃了。太好吃了，只要家里有电饭煲，就可以做出鲜嫩多汁的盐焗鸡腿。菜场捡来的鸡腿先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加一包盐焗粉，2圈花生油，全身按摩腌制30分钟。电饭锅里铺葱姜，放入腌好的鸡腿，倒入腌料汁，按煮饭键煮30分钟即可，咸香嫩滑，孩子们抢着吃。糖和茶叶一起炒，炒到焦黄，倒入开水、纯牛奶、奶茶就做好了。锅里放红糖、白西米，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，煮30分钟，焖20分钟，红糖珍珠就做好了，倒入杯中，加入做好的奶茶就可以喝了。想喝珍珠奶茶就这么简单。放暑假了，孩子想吃炸薯条，自己在家做，干净又卫生。树上摘的土豆切成粗粗的细条，水开放一勺盐，倒入切好的土豆条，煮2分钟，捞出过凉水，倒入一包薯条专用粉，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，抓拌至每一根都裹上粉，五成油温下锅，炸至金黄酥脆即可捞出，
哇，太香了，酥酥脆脆，比外面买的还好吃。孩子早餐吃什么？西红柿、葱花、两个蛋、煎饼粉，搅拌均匀，锅中刷油，倒入面糊，撒芝麻，煎至定型，好吃的西红柿鸡蛋软饼就做好了，好吃又营养。孩子早餐吃什么？胡萝卜、西兰花焯水捞出，剁成碎末，加三个鸡蛋，盐，一大勺儿童生晒虾皮，搅拌均匀，锅中刷油，倒入面糊，中小火煎至三面定型即可。这样做的儿童早餐营养又好吃。饭店58一份的香肠土豆焖饭，在家做原来这么简单，土豆切成小块，香肠切小段，洗好的大米中淋一勺食用油，放入土豆还有香肠，青豆配色，一包饭店都在用的焖饭酱汁，适量清水，扣盖小火焖20分钟，香喷喷热乎乎，在家不知道吃什么来上一份太满足了。